果发现我和男朋友同居的话，他就打断我的腿。你说谁是大姐呢？团团，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，还不错嘛。是啊。臭小子，你还在这干嘛？我。他。再走。爷，你先过一会儿。可是我姐发火太恐怖了，这样你先用大宝家待几天，等我搞定了，春姐你回来啊。姐怎么了？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住的？当然了。那这个也是你自己用的？这个是我用来剃腿毛的。那这个牙刷？这是我用来刷牙的。你看，都刷自毛了。那，哎姐，你今天在外面奔波了一天，一定很累了。要不你先去房间休息吧，我来收拾卫生。去，你休息吧，啊。喂，师傅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错了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你的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姐已经休息了，我也回房间了。休息。嗯。那你姐住哪房间？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房间的床比较近，想跟你换个房间。换房间？可以啊。但是团团，你能不能跟姐姐解释一下？解释啥？这衣柜里面的男装都是哪来的？